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姚玉彤的。今天呢，我们在机场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等下去哪里呢？我们就等下再讲吧。In a wonderland without angels. That is how I feel when the mirror shows me a stranger. Yeah. And I know they're just fragments of a world where your absence all I get to see. Take me back to the planet.香港，那我刚刚看了那个 Angry Bird， 对，然后觉得很好看，推荐你们去看。好啦，那等一下呢，10点多的时候我们又会再上飞机，我们要去泰国，对，泰国就我们的目的地，现在这只是转机啊。好啦，那就等会儿吧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要准备坐飞机了，这台就是我们的飞机。那我刚刚在等的时候，我还跟栏杆连线玩 HiPixel， 只是没有录啦，因为背景音太多了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就上飞机吧。
到我的饭店啦。那现在已经3点多了，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咯。